各位朋友们，大家好。随着利物浦跟曼联打平，阿森纳呢在本轮英超过后，正式登顶榜首。那么首先呢，这就可喜可贺，恭喜阿森纳。然后呢，当然了，我们这次的这个视频的主题呢，就是，我想在阿森纳跟拜仁赛前呢，进行一些回顾。进行一些短暂的回顾。首先说呢，阿森纳对吧？就这赛季我也一直跟着看吧。然后关于这场，在布莱顿主场3-0大胜布莱顿的这场比赛，只能说这次球队是真的发挥的真的太好了啊！就是因为布莱顿对方呢，那也打得其实很好，但是正是因为客场面对打得好的对手，也能够零封。大胜，这才能够体现出阿森纳实力的这么一个含金量。那么首先呢，就是继续说哈弗茨嘛。那么哈弗茨呢，我觉得我已经就无需继续夸奖了，因为现在所有人都已经明白哈弗茨，就基本上所有人都已经明白哈弗茨的价值所在。所以说，正如同我之前说的那样，哈弗茨呢。的巅峰呢，可能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他可能会接下来迎来，之前从来没有过的高峰，而之后呢，甚至可能会变得更加的强大。那我希望是这样。我也相信哈弗茨能够做到这些。就这场比赛，对吧？一球一助，不管是防守端还是进攻端，只能说表现，我真的觉得基本上，尽善尽美了。而这场比赛呢，我更要夸奖的呢是阿尔特塔。我不看阿森纳的时候呢，直到就上赛季之前，那对阿尔特塔的看法呢，就是除了阿森纳球迷以外，应该绝大部分都觉得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豪门 DNA 球队，只会打鸡血的那种。但是呢，这2年看下来呢，那持这种观点的人应该基本上已经消失了。而对于我来说呢，阿尔特塔最强大的地方是在于他的学习能力和进步速度。就是我之前说过，阿尔特塔他跟很多就怎么说呢，中游球队网红教练不一样。就是阿尔特塔的强厉害就厉害在，他能够快速的。进行这个战术上的更新，改善自己的这个战术，转换这种打法，这是大部分教练都做不到的。就是阿尔特塔能做到这些，说明他肯定，对吧？最起码是个一流教练，那这个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就是可以说，就比如说吧，上赛季对吧？阿森纳对吧？可以说是一直是说争冠的这么一个球队，那么跟以前的阿森纳比起来，上赛季阿森纳无疑是取得了非常大的这个进展，但是呢，在这个转会期呢，那上赛季阿森纳的这个主力，尤其是中场这部分，扎卡走了，托马斯长期伤病，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普通的这种，如果是一个昙花一现型的球队吧，昙花一现型的中游球队，那么立刻就垮了。但是呢，那反观阿尔特塔呢，对吧？带着阿森纳越打越好，这个就是可见阿尔特塔他的厉害所在。当然了，你可以说阿尔特塔，对吧？砸大钱买了赖斯，但是呢，就是我知道很多阿森纳球迷。曾经都觉得阿尔特塔，对吧？花钱拿成绩不算本事，对吧？不如温格教授当年，对吧？什么钱都没有，年年卖队长还能争四。但是我只能说呢，就是时代不同了，就是不能继续这么，刻舟求剑了。那个毕竟嘛，温格教授那会儿英超的这个军备竞赛的这个激烈程度。远远没有现在这么过火。现在的这个英超啊，已经不同往日了。阿森现在
英超呢，只要你这个教练买下来的这个球员能够发挥出他应有的这个转会费的这个价值，那他就是，很善于用人的这个教练，这就是目前的这个现状，这就是目前的现状，就是你只要能够发挥出你买下来的人的这个作用就行了，对吧？那这上面出现问题的这个例子，我觉得不胜枚举，对吧？尤其是以某红色球队和以某蓝色球队为主，在此就是懂的都懂，我就不点名了。反正就是阿尔特塔做到这些是真的很了不起，而这场比赛呢？更令我惊奇的是，他竟然在打曼城的时候能够复刻当时波尔图打阿森纳的这么一个套路，这个是真的很厉害。而这场比赛呢，那你这个阿尔特塔打的呢也是进退有度，能够对吧，适当的进行龟缩打反击。防守反击照样能取得进球，就是说，不管是他大举压上，还是防守反击，都是打的一流水准，这个是真的，不得不令人佩服，不能不令人佩服呀！What can I say？毕竟从就是阿尔特塔这两个赛季的这个引援，我们就能看出来，我们现在就是事后诸葛亮的来看。就是说，他买的这个，对吧？像赖斯啊，能够极大的增加阿森纳后场的这个硬度。像若日尼奥啊、哈弗茨啊这种，有着充足的大赛经验，而且是拿过顶级的奖杯的这种，这就是说，阿尔特塔想要的野心是非常大的，他想要对吧，彻底改变这个阿森纳的气质，让阿森纳呢，就是变成一支真正能够争夺任何冠军的这么一个顶级球队。那么现在看来呢，当然了，我现在说吹这个，说这现在我就说这个也行，对吧？毕竟这是我相信这是阿尔特塔计划中的一部分，而且他正在按照这个计划去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不得不说，这个呢就会是一个考验。下一场比赛呢，就是我要跟其他的一些朋友亲自观赏了。但是呢，就是要去阿尔特塔呢，要去打这个作为阿森纳长久以来一个梦魇的这么一个拜仁慕尼黑。那么这场比赛呢，大家众所周知，拜仁慕尼黑2-3不敌升班马海登海姆。说实话，我之前是那个18-19赛季，我看过一次拜仁打海登海姆，5-4，赢得艰难。那是在德国杯，拜仁赢得艰难。为什么呢？因为上半场的时候那个居罗被罚下去了，所以说就5-4赢得很艰难。当然了，他下一场比赛那个联赛打多特蒙德，直接5-0还是6-0，直接给送走了，所以说这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但这次呢，只能说我的评价就是，这一切必然是图赫尔的奸计，这一切必然是图赫尔的奸计，我们不能绝对不能上当，这一切肯定是拜仁用来迷惑我们，这个毋庸置疑，对吧？虽然说就是拜仁这个赛季呢，强强对话打得都很勉强。就是我说前面对话是在德甲里面表现得非常的勉强，取胜呢，的胜率呢也不是很高，尤其是赛季前的那个超级杯，我当时记得是在邮轮上看的，只能说让我回想起了德国队的种种情况。这个我作为德国球迷对此可太熟了。我现在呢，我只能说，我不得不佩服图赫尔，他呢竟然想要以整个赛季、联赛赛季为代价，去引诱整个欧洲足坛对拜仁掉以轻心。
我真的，我只能是这么说，因为你跟我说，如果说拜仁慕尼黑，你如果跟我拜仁慕尼黑，但凡表现稍微正常点，我都会觉得拜仁慕尼黑这是在正常发挥，但是只能说就拜仁慕尼黑表现的过于反常，虽然说，我说实话就是。我毕竟是在慕尼黑嘛，所以说我之前这个拜仁的球多多少少也看嘛，给我感觉拜仁这个给我感觉就是拜仁这几年确实是一直在走这个下坡路的，这个毋庸置疑。就具体怎么个下坡路呢？就是说之前就是怎么要之前呢？就是从范加尔之后搭建，从范加尔到2013年。搭建的那个整体那个体系那个班底，这批人呢，已经基本上快要走光了。之后招来的这些招来的这批人，这招之后招来的这批人呢，尤其是怎么说？尤其是弗里克拿完这个6冠王的，接下来这个赛季，从这个赛季到现在，拜仁呢就越来越乱。引援乱，教练乱，最后这个球队也跟着乱。就引援呢，就是这几年拜仁的这个引援比之前的那些球员贵得多得多。萨内、乌帕、德里赫特，到现在的凯恩，这种级别的引援，这种级别价格是，6冠王之前的拜仁完全不敢想的。当然了，之前也买过那个卢，也买过卢卡斯，这个倒也是，但是整体上这种级别的引援，之前拜仁从未有过，从未有过。但是呢，这随即呢，这个就导致了拜仁这个阵，这当然也不是说他们直接导致的，就是说这拜仁这个阵容呢，它呢的构成呢就越来就出现了这个混乱，就来的新人特别多。走的呢也挺多，而且走的都是比较关键的位置，比如说，这个阿拉巴呀、莱万呀、博阿滕啊，对吧？当然，你可以说里面有的人是那个叛逃，有的人是不想要，是这个年纪过大。但是问题是，这些人走了之后，像之前那些战术就难以为继。而打磨新的战术呢，又因为教练时间过短，待得过短，导致无法展开。那么，而之前拜仁拿6冠王的那批人呢，这个，已经，等会儿你让我组织下语言，这个只能说在心态上呢。有些安逸了，是真的有些安逸了，尤其是那些没有参与过13年夺冠的那些人，还在队里的那些人，当然之后那些人有的呢是什么经历了大伤，有的呢单纯就是心态这边飘了，所以说呢就球员的混乱，高层的这个混乱，到现在那图赫尔在拜仁，我操，直接摆烂。我像不是什么摆烂，就是，直接放烟雾弹。那么这么一系列操作下来，拜仁的这个情况呢，反正就这样了。但是呢，对吧？就是实话实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阿森纳就面临着我最开始我赛季初跟阿森纳定的目标，就是阿森纳。需要战胜自己，挑战自己，击败自己。不就是像波尔图，像打波尔图的那场比赛，就典型的就是阿森纳没有完全的战胜自己，让自己过于紧张，没能发挥全力。那么打拜仁呢，对吧？拜仁毕竟对吧，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阿森纳必须要全力以赴才能。才能胜利，这是我说的。阿森纳必须要全力以赴，如此才能胜利。那么，如果刚刚了，如果就是，不然呢？如果过了呢？那海阔天空，这个赛季完全成功。如果败了呢？影响联赛士士气，影响
很不好。所以说呢，就是阿森纳这场比赛必须要明白，从阿尔特塔到球员，不要被拜仁的烟雾弹所迷惑。打拜仁，阿森纳需要全力以赴。总之，对吧？我想说的就这些了。祝愿阿森纳好运，祝愿阿尔特塔好运。最后呢，我希望阿哈夫茨好好表现，好好表现。他作为联赛这支队伍里面和若日尼除了若日尼奥外，唯一一个拿过欧冠的。如果说下场比赛若日尼奥上不了，哈弗茨作为球队里面欧冠经验最足的那个人。不，绝对不能教练的，绝对要担负起那么一个扛大旗的职责。我相信他，我也希望他如此。好了，各位，拜拜。